记得回收再利用。啊，行啊，一拜天哦，搞老水上。回收再利用，不然不灵。好啊。好了好了，阿马莲来。啊。大贝啊，那个来，漂亮的好，我知道。错了错了错，这不是剥皮，它虽然要剥皮，但是它不叫剥皮。有人答对吗？啊，答对送两条来，一条无够真，两条有够真来。好，来，大哥，我知道。妈妈，好。先大伯阿马莲哈，妹子，姐姐你还没回去，又来一趟。厉害，谢谢姐姐，你都卖光光了，还是我几个了。好，来，这台好的哦，雅式的哦，阿玛莲哦，这个都买家一台哦，这不是叫北回啊，杨叔叔你也买这个一个噻，哎，这大尾哦，一尾买偌济来，一尾买买偌济，不是百五，一尾买百八，两尾买偌济三百，买的你也袂晓煮，杨叔叔用这个，都袂晓煮来红烧，都袂晓煮来用煮，会使吧？三尾买偌济？再买偌济？妈妈五百好聪明，五百买四百，三月三百好大买来，机会搁少，机会搁少，都有在机会来三百。别别别别别！加油加油！哟，三点多，四点多，两百四百两百来，两百来，七百来，都有在机会来八百来三百过来三百块，八字来八字哦，七百来七百五百来两百来七百来八百，这是大买哦。是比较小的规格哈，这大只的哈，来给果味果味来未来去未来贝未来沙发阿玛尼沙发过来上车，大的两百以上就是180的哦，沙味西未来果未来沙发去未来贝未来阿玛尼沙发哦，扬州手里啊变真来给沙发哦。价压是来300块，沙发过来，沙发搭配，七块来，背位来沙发，沙发。三姐来包，包起来，包起来。OK。啊，姐姐啊，姐姐，姐姐啊，三十条啊。姐姐，来给去。你过来，再来。来，下面啊，来找人包呀。太冷，都在睡觉。来，别别别别。就你给我哥，来找两百块给你。哎，小姐，你要不要钱？钱很重要。姐姐，我们没有收小费哦，我们这台不可以收小费。你不要夹掉，小丽。你的小鹿乱撞，你想夹掉？来，最后了，这个没有了，来，哦，吃看看。今晚不加贼很老了。这个都在远洋抓起来就杀，都请外劳在杀的哈，所以不要觉得冷冻的东西不新鲜。可恶的是拿冷冻去泡水，你觉得好吗？自己觉得啦，哦，冷冻的东西要新鲜才能杀，懂吗？哦，要有知识，来给两位，两位，来七位、八位来杀吧，杀吧，哥。我要杀。哦哦，等未来，等未来，新未来，等未来，等未来，新未来，再未来，开始，开始。沙发锅，地位，我位，哪位？请未来，背未来，沙发店，新妈妈来。妈，弟。地位，我位，哪位来？请未来，背未来，阿玛莲，海后，哦，鸭心哎，这个是没有办法野生的哦。野生跟海的有什么差别？哦，像这个鱼都是海水的，懂吗？你是海水吃的，哦。要讲野生才不是养的，懂吗？懂吗？现在台湾的养鱼技术已经是 number one 了，台湾企业已经 number one 了，哦，所以那个海水养殖的白鲳一定是野生的，懂吗？好，来沙发一句，沙发两句，嘛搞懂一下，像这两句卖给我沙凳起来沙发，哎，这好好用哦，真的，百用，你看有没有很好用？真的同情一下，难怪我们那个阿伯很爱用这样，沙未来，西未来。我未来，亚未来，七未来，贝未来，沙发。来，最后一份谁要再可怜他呢？300块。啊，这边呢就可怜一份就好了。沙发呢过来，沙发，沙发来，然后修。来，那个，给我要那个啦，那个虾卷，确认一下啊。龟头拿出来，就跟你讲漂亮的龟头。我们在等。有。啊，对，妈妈来，来，龟头三贝来接的，三贝只有一件，对不对？可以。来三倍漂亮，这个叫干贝的，干贝，你要三倍啊，干贝，别干贝了。
你可以买了，对的。你也是。大蝌蚪，妈妈。这条条龙比我很大，都比他们还大的龟头，懂吗，妈妈？很大。反正接都接不开嘞。来，大蝌蚪哦，不是四颗五百的，四颗五百的只有一斤多哦。来，做大蝌蚪。我肉都还在呢，哇塞，那个冠军的帽，冠军帽。来，谁上？龟头。砂锅鱼头用煎的，用烤的。哦，那可以，我下面爱讲这，因为它的油脂真的很多。你过来，你洗好，你给倒一半，要煮米寿汤，要来砂锅，要来烘，这个可以做很多料理，而且它的肉是很细，哎还哦，嘴巴都在动来动去，所以真的。几条贝拉这来，很好，我喜欢。几条贝拉这来，每个地方都没有用，没有用到，等下我就用给你看。哦。来，这个卖皮亚哥啦，哦，而且为什么有上个礼拜没有卖龟头，没有货？国外厂商他们都在休息，那别有可能。而且师傅一度先预告也要休息，哦，你要买的师傅也要休息。几条贝老师，两斤两六，一斤都是两斤呐，哦，几条贝老师来五百块来，别吃龟头啦，拜托开一斤哦。我今仔无甲你泡水，无甲你冻起，下面你老姐，你家己看，下面来五百，两粒大粒的骨头来，你老姐，这么爱吃，不是大颗的，不是小颗的，我你看得起，五百、八百、七百、五百块，两颗大颗的。是啊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啊。我不爱两只手啵，不是一只手啦。妈妈，迄粒伊这粒石头会使加给你啦，伊这伊某爱伊袂使加啦。我送你一粒来，三粒来五百块，干脆啦。六斤哦，六斤哦，六斤的龟头来五百块，砂锅鱼头来五百块，六斤还是三两？六斤，把头子跨打跨起来哦。小姐，大哥的来，再来，来再来，来最后一个，最后一箱来，最后一箱来，来，你站起来。来，好，赶快哦，送哦。来，我包蛋饺，我包你啊，我先包你两个，你慢慢包。来，我包你啊。来，你切不错啊。来，这条香肠先别忘掉啊，不要我包你。啊，你爱烧不？今天跟鲑鱼片一起的，我们今天那个的话，铁定啊要。来来来，走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大家看得出来，这比较小颗。哇，没杀了，这就不是我的宗旨了。大家有先买就也来，来有买龟头的来，想要多买一颗的有没有？稍微下来，我还有贝哦，五贝盖三贝几条。现在你有买龟头想要多买一颗的有没有？啊，没了，算了。好啦，五百块才会使买啦。来，大哥啦，一颗一百块。一粒一包，五百块才会使买啦。来阿伯，好啦，五百块你五百才会使买啦，你五百无摕啦。来，一百块来，好啊好啊好啊，我把这钱给我。这个是先三百五的啦。给我，一百块摕啊。来，干杯。来，先走。来，你。来，原干贝来，好，扇贝肉就是原干贝，来介绍一下来。红苹果，这个是吴国宇的表妹，等一下会卖。吴国宇的表，这个叫李罗，等一下会卖。好，等一下啊，来，这个来。现在要过年，鲍鱼卖完了，窝罗肉卖完了。好，啊，这个来，刚才扇贝，另外一个带壳扇贝也卖完了，来，这叫啥？扇贝肉就是它，哎，直说扇姐扇的原干贝。干嘛要录这个？去跟他放电视上啊！哦，打广告。下次不会，下次不会这么大个，下次。健康肉多少钱啊？一公斤哦，
你买这个东西，它毛利率是一公斤35%，哦，所以实际重量就是600克，哦，这是一斤哦，有加包冰就是一公斤啦，啊，有的就写一公斤，懂吗？哦，啊，这都会包冰，它块冰还是这么大颗，今天出完大颗，下次就会比较小颗，这个里面大概21颗到25颗，这个就是日本的干贝，如果有。